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应该云贵川的朋友们应该都有看过一个剧叫做《山城棒棒军》，有人看过吗？我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特别感动，因为我之前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自己就是山里面的孩子，所以爸爸妈妈他们空手去到贵阳去要打拼的时候，他们就凭着一根扁担，然后会挑着一些货物在街上卖，然后慢慢慢慢的，然后爸爸妈妈的努力，他们去可以租一个门面开始做生意，然后就会，我从小的时候就是暑假寒假也都会去门面上，所以我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很多棒棒叔叔，或者是甚至是棒棒阿姨，然后在贵阳还有背兜，然后贵阳还有像板车阿姨、板车叔叔，所以在我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因为我就觉得看到这么多努力挑起担起一家子幸福的棒棒军们，我觉得他们非常非常值得我们骄傲，因为他们的勤奋和勤劳，我觉得是永远都值得被大家记住和给予最高的奖励的，对不对？更重要的是，我就是前天我来彩排的时候，我就一直以为，因为现在发展速度很快，我觉得是不是很少能够看到棒棒，但上次好像是在朝天门的时候，我就又看到了一些棒棒军，就那一下我就觉得真的觉得太骄傲了，我们中国人民就是这么的勤奋能干，我们要为自己鼓掌。所以看这部电视剧我就特别感动，然后中间有个旋律我也印象很深，高高的朝天门啊，挂着棒棒的梦哟，长长的十八个坡，对不起，突然嘴瓢，再来。高高的朝天门哎，挂着棒棒的梦哟，长长的十八个哟，留下棒棒的火。那个时候你好像只要需要帮助的时候，只要喊一声棒棒。10月7日晚，周深重庆演唱会举行第二场，现场依然人气爆棚，同前一晚一样，千架无人机再度升空，为演唱会描绘极致的天空之美。周深重庆演唱会次场，周深演唱了《灯火里的中国》、《借过一下》等歌曲，其中最让人惊喜的还是昨晚周深演唱最后一首曲目《少管我》时，音乐戛然而止，周深开始演唱新专辑《反身代词》中的歌曲《重启》。周深说，所有美好都在此刻重启了，这是周深第29场个人演唱会，重启是周深这场演唱会第29首曲目。9月29日是周深的生日，也是周深新专辑《反身代词》全专解锁的日期。29这个数字对于周深和周深的歌迷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原定北京鸟巢结束的演唱会又连加4城，重庆就是这个重启键，周深仪式感满满，把歌迷和观众都照顾得很好。9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深深记住，如今重启成了几万人的体育场。如果从歌曲内容上说，有时候挫折、伤口、遗憾才是我们成长的基石，将痛苦视为成长养分的重启才是真正的重启，与你重逢仍是初相见，我已很满足，这歌词适配度拉满。跟你们的相遇是一颗最美的糖果，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这段记忆，所有的美好都重启了。所以啊，在相遇之前好好照顾好自己好吗？你我是知道我来摧毁我深爱的一切，有人夺不走我的选择，看只看见我让你人大不爱我的是被梦
曾张张张曾你跟我讲广东话咯开玩笑的我听不懂是你自己讲啦张曾张导演告诉我曾你说张导演曾你是歌是哦，这是 Monster 啊！哦，小然，小来，来兰花的兰，小兰，小兰，你来自哪里呢？知道漂亮啊，江西，江西的朋友，哎呦，那你家乡是贵州的啊？和我一样，好的，你今天非常非常漂亮。那是突然蹲下去补作业了，是吗？开玩笑的，就肯定会有比较爱的人，他们说啊，千万不要点到我，点到我怎么办？是会有这样的吗？不要害怕，因为我也不知道会点到谁。你是我的秋，我就服了。冬天的我离不开你，全部是我想变的歌词。但相信我是真情实意。我现在是所谓剧版的初一，你们忘了那首歌吗？我的秋。另外，周深重庆演唱会第二场，周深又演唱了一首城市限定曲《山城棒棒军》，再次引发现场热烈回应。用重庆地方方言演唱这两首曲目，给9.29赫兹的观众介绍重庆这座城市，诚意满满。即便是10月7日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长假后第一天假难请，观看演出的主力大军都准备上班上学结束假期，气温骤降还下雨， debuff 叠满的情况下，周深演唱会内场座位甚至开到了跑道上，依然是二级市场几倍溢价，而且全票段售罄。二级市场是最能直观体现供需关系的平台，演出有多火爆一目了然。人生难得相遇，同频更是惊喜。10月6日至10月7日，周深重庆演唱会2晚连开，圆满举行。期待下一站周深苏州演唱会。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我演唱的一首新 OST 即将上线了。这部剧讲述了主角们彼此背负责任和使命，相识、相知、相惜、相守的故事。给大家3个线索来猜一下：一、新疆阿勒泰取景；二、剧名和冬天有关；三、超绝的镜头美感。猜一下是哪一部剧呢？没错，就是《七夜雪》，即将开播，可以期待一下。最后，大家别忘记新歌上线了，周深献唱古装武侠言情电视剧《七夜雪》主题曲，新歌《一生一瞬》在8日0点已全网上线了。周深的歌声与剧情相互缠绕，唱出了江湖儿女情长，歌曲非常贴剧，听之如痴如醉。《七夜雪》改编自作家苍月的同名小说，由李沁和曾舜晞领衔主演，将于10月9日开播。